在进行报告事项之前，我们首先为4月3号花莲近海发生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表达深切的慰问与哀悼之意。现在请大家一起起立，一起默哀1分钟。默哀开始。默哀毕，请大家附坐，谢谢。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，请秘书长宣读第一会期第7次会议议事录。